各位同心请就坐，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了。好，麻烦注意一下手机哈，有没有关机或关震动？好，手机。大家午安，该先无食饱哦。巴肚要个要有人举手，有无？真的啊？那你吃饱为什么那么瘦？哈哈。啊，这是好处哈。这个咱台湾人经过个流亡政府的教育，就够白惨哈。啊，来鼓励一下。但是意思就是讲，鼓励你，意思就是讲，唔通去白餐，啊，开玩笑啦哈。因为流亡政府长期来教育咱，啊，造成咱唔知是真还是假，往往咱拄到一个代志，啊，产生一个 Christmas， 啊，就是一个问号，啊，敢真呢？啊，讲真呢？敢有影？当时这种的问题，咱造成困扰。人唔知道要安怎来解决这种的代志啊！我本人啊叫萨凯，吼，萨凯 S A K A I， 萨凯辛卡曼，我的名字较长啊，所以简称 S K M 哈，萨凯。那因为我用汉名的是萨卡伊，有人讲萨先生，我讲拍摄我唔是萨先生，安怎要安怎念？哦，足简单，会晓念两下手。哦，足标准标准的。啊，有人讲要那念足简单呢，一届、两届、三届，哎呦，够巧，鼓励一个哦。你看，来到台湾民间会人拢是遐尼巧，我会感觉讲会成功，对不对？因为你努力来到遮，感觉讲啊，有人讲恁是安尼无？有人举手？好、哦，恁听有无？你是安那讲？到尾啊，你安那处理？啊，该收起，无啦吼，咱无需要用一种个吼足戆的方法。所以我本人啊是泰雅族啊，但是泰雅族我咪袂当，唔知要安怎甲伊讲吼，因为我下面家是卑南族，顶冠是泰雅族，所以总称叫做被淘汰族。这是我的祖辈哈，所以有人讲你到底是泰雅族还是被淘汰族？啊，讲看我的面就是卑南族比较比较乌，但是看我诶、欸，我内底诶，就泰雅族比较白安尼啦。所以这种的元素跟基因拢伫我的内底啊，包罗万象伫我的内底，是我你好你敢知？好、哦，所以来到这，咱非常辛苦，但是咱中昼时食饭的时，是毋是足少？恁有影是袂歹呢，阮早起吼饭菜拢安怎冷叽叽的，冷叽叽呢，会准呢？哦，也个无钓着外口风，是簌簌叫呢。吼、哦，暗时啊困有眠被无？虽然无够对不对？但是阮以前无呢，啊以前也无桌啊，以前也无椅啊通啊坐。吼、哦，暗时啊困的是客休。你知无？客烧客到后位人哦，经过遐济时间，咱看到即马的建设，咱看到即马咱道民咧一补些食的饭，我看我拢会感动，是安怎？咱经过过程，足济台湾人拢无了解，咱介绍民政府也是讲恁笑的，对不对？人讲这是真的，伊讲你是白贼的。伊家己白菜唔知呢，无感觉无感啊！哦，因为是上哦，有一个人讲的嘛。哦，马总统，马总统，我很久没有干到你。
他说什么？我不是来给你干的吗？啊，这个逻辑不是很怪，是不是？人敢会当安尼讲？啊，简单一个嘞，你即马是我足悬的一个人，难道一点 EQ 都没有吗？哎呀，辛苦辛苦辛苦，是是是是是，所以因此我特别来看你，换一个话不是很好吗？哎，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对不对？啊，这种逻辑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还教育你们，碰到原住民高沙族，一公安诺，我把你当人看，你像人吗？我把你当人看，但我们不是在这个人上的身上的批评，我们来是说，将来我们都是台湾民政府的什么一级主管，对不对？不是一般的州民，不是一般的百姓。我们会批评别人，你要去思考当下你今天要做官的时候，你有办法让人家受吗？啊，你有办法有原则来处理其他的事情吗？你要说话的时候，你有去思考吗？这个话一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没有去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从心态上完全的改变，一定要改变。但是本土台湾人往往很奇怪，啊，毒素真的太过深嘛，深深到这样脚麻手麻。我本人是脚麻手麻，你敢知麻到真的，这麻到很痛苦。我是两年前咱迄个美国，哎呀，不是迄个日本的参议院甲众议院来个训练，带去宜兰。我伫迄个游览车顶管嗲介绍，所罗门尼峰建设过很多呢，我就介绍日本的建物。当介绍的时候，司机唔知是安怎形容 ，Q 不得去，气吼！我为顶管，我呢，我咪休一下，我唔知呢。我的位啊，我是安尼向安尼对面，车是安尼行。一 Q 不得去的时候，后边无啥小亏一个梯梯啊嘛无崩的，崩落二层楼告司机台呀。刚才我有听到一个声，哦，啥看呢？哎呀，刚才迄个声呢，我伫来滴，迄当阵开始有四个位啊，有影行路是行三步就足喘啦，啊，就大病院讲这边爱开刀。换四粒，我讲我无爱，啊，有影是即马把即整瓶两瓶拢把，拢把。但是我经过过定了，我会感觉讲，有一天咱面对这问题的时，咱毋是咱绝对毋通袂当作为咱的理由。讲啊，无时间，我的脚麻，啊手麻，我无得下去就无参加开会啦。啊上课啊，点招我无得拍摄了，我脚麻手麻无得。我甲伊讲，当有一天这件代志成功了，你会感受安怎？要过来，来思考，咱爱为着咱的囝囝孙孙去思考。我看到我的孙啦，我看到我的囝孙的事。我的脚麻，我的手麻，算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个桥跟那边的桥准备要接，要靠恁，对不对？要靠我，要靠跟我们配合所有的人，要坚持，要努力打拼。几二十年，咱的前辈不用心走行，二十八事件，要讲对面安怎，拢是一种毒素。深入到伊个脑海内底，甲咱讲个时，伊马上就惊惊，伊讲安怎？嘘！但是咱今日来到遮个人，我看大家拢是几啊百粒个蛋。有人讲：哦，你去遐唔惊济呢？暗时安尼要安怎？对不对？结果阮遮前辈，你拄仔有看到遐济人无？那是咱头前行路个人，是不是？到现在玩得很好的也是呢，不错，对不对？啊，所以呢，咱要了解今天如果是说疫情早期这种的状况，有影我们的头不知道去哪里了。但是到这为什么咱做个体
坐客人车来到家，客人家司机讲奇怪，阮坐伫遐有伫讨论，奇怪迄边遐挂美国国旗的人，为什么到即马警察也阁唔敢去抓？为什么情治单位唔敢去迄度呢？我讲感觉奇怪呢，因迄边的人叫司机就伫遐讨论呢。我问讲，你敢知影是虾米原因？大家结论是安怎？后壁绝对有一个人，迄什么人？迄什么人？美国什么？啊？美国军政府对不对？是咱的后头，是不是？为什么？台湾是什么？一签领的嘛，敢有法度独立？就足侪人讲，啊，一定要独立啊，敢有法度？你读偌久啊？你读偌久？你讲七十几冬啊，对不对？读到尾了，读到尾啊，嘴歪，目睭吐出来，无成人，对不对？啥尼好诶法律，互因的是讲无法度啦，我会惊啦。所以今日伊来到遮，咱非常爱互咱家己，有阵讲好家财。我会当来到遮，咱的手举悬悬，好唔好咧？向你边个好一个在有恁来拍手，互相鼓励，互相勉励，大声讲好个在有你来。你袂当看，你不要把它当成为笑话，吼、哦！阿拍手，才有高山族无？高山族举手，有没有高山族？哦，就一个，你不是哈？哦你这个是被国民党洗头脑了，你为什么不是高沙族？你先跟我讲，你是不是高沙族？这就是倒说倒说的这，你是哪一组？对呀、啊，那么你不是高沙族？大概是，你看看，那你爸爸是不是你爸爸？可能是哈。我们太多的教育产生许多的产物，都是可怜兮的。啊、我是就是我是，对不对？有可能吗？我们民政府绝对不能说可能，是就是是，我们根据什么？根据法理，对不对？好，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心，未来我们要做一个官，我们要彻底的了解，我们今天不是来做这评价，用我们的感情来讲跟别人讲话，我们绝对是回到法理的基础。台湾论、新台湾论，法理是咱生命的元素，注入到你的里面，然后呢更新变化，使你以前中毒的部分，借着你这段训练，慢慢将毒素安那排出去，对不对？那我们就焕然一新，说出有生命的话，有祝福的话，对不对？带进了什么活泼的新时代？让我们的咱的子子孙孙，因为咱的努力，因为咱的打拼，让咱安怎，搁得到搁新的一个愿望。所以您的付出，你们的付出，都是为的什么？为的我们的让咱的后代，对不对？所以您今麦的辛苦，您今麦的努力搁打拼，都是有价值的，对不对？所以咱有一个目标，咱的目标是什么？来，做伙来念，咱的目标是什么？有才调无？三个人在讲呢，有才调无？国大社讲有才调无？你敢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举手，我无相信。有才调提证明给我看，有无？你有无？有啥物证明？你有吗？你没有对不对？你有吗？可能有。你不要骗我啦！我跟你很明白的知道，你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讲清楚。拿出来我干，
我要验明正身，因为足济人人讲有，那贴出来我看看，你有身份证吗？你是不是你不是台湾你不是台湾人呐、啊？拿出来我看。哎呀，哦那个是啊，那为什么好像有？那是被骗来的吗？嗯，我们要用心，好不好？告诉你的儿子说，我就是你老爸，有在听不？啊，我不是可能是你老爸，我绝对是你老爸。啊，咱爱有这种的看法。咱靠有讲，囡仔讲交代，我来讲，恁老爸选择台湾民政府是正确的路，独独一条安怎？安怎？人生的路非常好，永生，永生叫不昧的路，对不对？给他鼓励啊！我说他有看见，我说又看见，他看见的未来，对不对？我们要有信心啊！虽然未见，但我却啊，有一句话说，虽然我没有看到你，但我相信你们这一群是为台湾付出的。我确实相信，你那不相信的人，你就是一个迷失的人。所以我确实希望所以呢，那个手机啊，记得哈，麻烦一下，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咱要用心去了解。我们的目标，咱的目标就是结束流亡 中国的政权，回走，今日走，半暝拢走，让我会当喘气，马上给我走，对不对？无安尼我过安尼，对不对？来努力，流亡政府不可能就地合法，对不对？这是你讲的吗？敢是你讲的？什么人讲的？有在电话你举手。哎呦，我够搞呢！什么讲万国公法啊？跳得掉呢，所以我感动。咱一旁的人是有智慧的，是不是安尼？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是结束流亡中国的政权，对不对？马上安尼将这挂好处理，处理去倒。咱不是安尼凄惨呢，咱不是安尼恶毒呢，因家己有厝嘛，因家己有所在嘛，对不对？你袂当占你啊，我的所在嘛。我唔是讲你无所在，我就逼你去呢。你有你自己的地方嘛。台湾配合感谢你，唔是嘛？所以拍摄你的时间到啊。还补足，你何里补足到安尼？哈、哦，在政治的炼狱中，对不对？哦，咱怎样？吼，三民讲政治的炼狱，你有感受到吗？好多好多，对不对？所以呢，你们老人有老人年轻吗？有吗？他们有没有？多少钱？一万多，两鞋两鞋，对不对？哦，在榕树下，有一个椅啊，之类，会当够下地，也过来加鸡。咱的老人呢？哦，去参。去巡苍蝇，苍蝇，蛇草，连起起半暝三点四点就起来，对不对？巡蝉最有入味无？哦，连起起脚拄着水的是会安怎？会顺，会顺。这是咱台湾人的爸爸妈妈呢，这是咱的阿公阿嬷呢。会早时啊透早，我时常唱迄条歌，我会感觉讲有影是。足体趣的，一早起啊三四点起来运动的人举手。哦，咱即卖少年人个兵单，来拍起工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到什么人，你知无？台湾人安怎？伫遐捡什么？捡一撮，啊，搁捡什么？吼、哦，外国捡多歹，你敢知？你有看无？吃奥多麦开开开，安尼头前一包，下边一包，巴肚骨个小包，这边车也过一包，后边呢三四包。为后边看无着人，头前啊看无着，一直安尼行，佫水嘞，
嘴讲歪歪，脚骨遐直直，噗噗，这是台湾人呢。你有感觉无？有的人在喊酒干那干杯无，酒干那干杯无，酒干那干杯无。就干那看袂无，无安尼我无饭通食。这是虾米人？好笑对唔对？咁好笑？哎，你有感受无？今日来到这，你要改变一种的代志，整个代志爱靠恁，爱靠阮，这袂当用咱的感情对唔对？感受用咱的感情。袂当用咱的感情，爱用什么？法律嘛，要回到法理的论述，成为我们的中心思维，不偏不倚。咱今日来到这，咱只看到这种的场面，咱还够真够用心来付出。人生也非常幸福的一帮人，买房车，也够会负担啊，酒车，对不对？火车已经。到这站，你是马上醒起来的人，马上就醒的人，所以一旦来到这，来感谢你家己，掌声鼓励。咱了解这个事 ，Hello。哎，袂叮当啊！手把啦，唔是卡把，啊，佮这也唔是用我的卡，是用手啊！你看，你也唔通安尼，这个绝对是迄条啥啊？国民党底下部，安尼啊，有啊，哦，安尼少年人较巧吼，少年人举手，安尼吼，对不对？所以呢，咱今日你看来了解。做一个本土台湾人，一定要了解，了解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法理依据，只是蒋介石啊呐接受1945年9月2号美国的，这就是重点哦。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的命令，伊就较有机会来到家，对不对？是这个因素。所以呢，代理美国主要占领权啊，这个占领台湾，它是以国际法来讲，它有没有资格？它是无法拥有什么台湾，因为由于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领土主权，对不对？吴伯，为什么高沙族的土地是中华民国的？高沙族有没有？你家的土地五年了，五当了。没有去的时候，中华民国。好，我一讲哦，去阮兜啊，哦，有一个岛哦，土地些所在是阮阿伯，五当无去处理，倒来去查结果是安怎？准翻民贵，中华民国，准翻民贵，你知道吗？那贵啊！我是安怎安尼？他说为什么变成他那个呢？没有办法，那个准翻民贵啊。我怕偷匪呢，所以我就想到当初啊，因是安那讲呢？下面人的主意，害你，害我，同意心念念，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怎样解释？三民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啊！讲就该就安那讲呢？下面人的主意。海你个海我个同意心念念，哎，家己讲的呢。但是你这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讲哦，玩水玩水玩什么水的？是不是呢？还在抱他的大腿，是不是？玩玩水，难得怎样到今仔日为止，伊拢是用骗的。是不是安尼？咱来搞切，是不是？所以他没有台湾领土，
的权益。那更应该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伊嘛无管过咱台湾，对不对？好、哦，没有。所以呢，在法理上，中国跟台湾有没有牵涉？有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能讲人人扛起来，会晓讲诶，会晓讲，咱只会讲好，人人扛起来，有关系无？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因为你是被中毒了，才觉得说，对了，可能啦 ，Amis， 今晚刚刚说，麻药，可能是麻药吗？我怀疑麻药，我们不要再怀疑，好不好？今天来到这里，我就是那我是，是我爸爸生下来的，名字叫沙盖，确认，不要去怀疑。我就是本土台湾人，有正港身份证，我会当摕予你看，对不对？咱要有这种的信心，咱较有法度。咱头前讲的挂，将因安怎挂走，是不是？咱这是就是咱的基础，咱无安尼做，咱无法度。所以呢，因为美日太平洋战争啊，要、哦、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台湾领土主权暂时。怎么样让美国掌握，那国民主权这属于台湾人民拥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不难嘛。但是可惜，非常可惜，当初问题在哪，台湾人忘了向美国要求厘清自己的身份，没得说该行动会告呢，不知是怎样，台湾的属性历年来都是这样，是不是呢？当初没有向美国那个要求厘清自己身份，因此他无法跟美国发展正常的关系，啊，没有办法，所以同时也无法参加各种的组织嘛，是不是呢？你看很多人以前是用啊呢，军方民贵国旗去国外，敢有法度？敢未通？无头脑嘛，对不对？噶即马好啦，伊即马佫讲。我是台湾的总统，台湾干部总统。哎、欸，阿美叔，台湾总统是谁？现在，台湾的总统是谁？有没有台湾总统？啊、哦，你没见过，你现在不敢讲话。你站起来看看，你站起来。你话足管对不对？这叫阿美叔，哈、哦，阿姐，拜姐，给他过来一下。我们绝对要有那样的看见明确，但是不用情感，要用法理，对不对？回到法理论述，我相信我拍个十几次的胸部绝对让人知道我所做一切不是我自己想的，绝对是根据法理的论述，所以我们才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来完成这种的使命，是不是这样？所以因此呢，因早期安尼来参加各种的国际组织，完全都在门外，一无法度谈几笔。台湾地理的位置得天独厚，啊，既在亚洲、美洲啊，这是中心。但是特别最重要一点，台湾的这个地位是什么地位呢？什么地位最棒？军事战略必争之地。所以美国把台湾当成不成的什么？航空母舰哪里不好？阿美主说哪里不好？那么好，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地方台湾就引起中国跟美国来争呢、啊，是不是这个样子？但不管你怎么争，我们就法理来讲，我们就弄得很清楚。所以希拉瑞扎基的我的讲。中国，你如果是在用强硬威胁的方式来刺激台湾。No， 一定要用什么？回到国际法，对不对？是不是近代啊？希拉蕊都一直在叮咛。好、啊，那最近中国有没有在说台湾同胞啊？你们是台湾同胞有吗？没有啊，你们是什么？台湾人民，对不对？不敢看呐，是不是呢？所以很多情形，我们看见在战争以后。啊，这也你也知道哈，自从战后，来自48个国家签署什么《旧金山合约》，开启了我们
啊，永生之门，对不对？但是人不去了解，他也不可能是我们永生之门哦。多一共哎，永生之门哈，看到他已经把中国企图拥有台湾主权的这个啊美梦呢打破了，对不对？打破了，所以呢，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当然不乐见中国这种阿爸专制主义延伸到太平洋，是不是周边的？所以很肯定啊，也。这边啊，肯定很高兴的见到台湾在美国的管辖中来继续怎么样发展民主。那今天呢，好卡在有咱的秘书长扎起这种相片啦，这是扎起相片。我卡在秘书长以什么？以战争法，那是无研究，伊毋是战争法的一种学者跟专家。咱今日有法多有在条坐伫遮无？所以他最终的目的是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占领台湾，是不是？这就是他的使命，这就是他的这个用心。所以在美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好，第六条规定，参议院所通过的条约，记得哈，在美国之法律未皆与宪法是什么相同的，与宪法是相同，所以美国参议院在1952年通过了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但其中有什么？有第二条 B 规定，这边是最重要一点，这边一定要记得啊，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主权，是不是放弃了没有？为什么啊？管辖，你看，放弃了哈这个主权，但是没有收受过。你的家被我这个头盔啊，拿枪杆压着你的脖子去，你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家的安全，你会不会跑？会嘛？我这头盔占领你的厝，占领了，有一天我想讲啊，我需要用钱，我想变卖那个房子，可不可以？我可以变卖吗？啊？偷会占领你的厝，我想要把它卖掉，我能卖吗？啊，还要找谁？还要找到这个屋主，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嘛，我不可能卖。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没有收受过什么，就是没有收受过。所以美国一照这个条约，暂时拥有什么台湾澎湖的管辖权。目前它不是啊，它不是主权哦，它只是管辖。事实上今天在台湾执行管辖权事务，是因为是这个关系，我们刚前面所讲的是什么关系？麦克瑟这个一般命令一号来怎么样来台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有绝对的能力处理什么台湾的问题嘛，是不是？有没有绝对的能力？你看，我们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偷袭美国下那个珍珠港的时候，啊，导致于美国就对外什么对日本宣战嘛，因为你要讲啊嘛，好好一个地方被你这样轰炸的那个，哇，就烂烂烂，他们也受气，对不对？所以开始向他宣战了。美国攻击日本的领土，台湾与中国毫无关系，更不是为了中国而攻打台湾的日本军力。为了讲，我的战争，台湾是虾米人轰炸的？美国，你讲的呢？人的台湾是以前早期是哪一人轰炸的？哪一个国轰炸的？美国哈，哦，美国。我今天安排你坐在那边是对的哈，要靠山，对不对？是谁？后面那四位。台湾是谁轰炸的？美国。前面那个帅哥没有脸红红的那位，美国。真的吗？你骗我？真的？你大声说真的。哎呀，真的，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说真的，脸都红起来了。你看啊啊，我们要清楚台湾是谁攻打的轰炸的，美国嘛。所以因此他是不是占领台湾？对。这是不是非常明确的证据？是。是不是中国攻打的？不是。不是嘛，是不是？所以呢，美国当时呢利用他的军事力量
啊，也牺牲了多数的这一个美国阿兵哥，用那个两颗子弹轰炸日本的哪里？广岛。然后呢，取得了日本无条件的投降。所以美国太平洋战争中最主要的战胜国，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绝对有什么权力来处理什么台湾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今天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我们将来秘书长有在说嘛，要靠那个啥郡守，还需要从法理整个条文都弄得清楚。所以美国司法以及美国国土安全，他们也一样对台湾的地位有共同的描述，共同的描述。他说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目前只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占领，是有效的，它是当局的。直到今天美国仍然不变，仍然维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必须弄清楚，他并没有左右，他说的到今天一直不变。所以呢，连美国的智库传统的基金，在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策研究员，这个唐盛格先生呢，他也说了，他重估一个中国的政策之前，他就说面对事实，中国有两个，这个对不对？中国干部两年能哎，没有嘛？因为他也说嘛，根本不合实际以国际的法理嘛。这下面两共哎，是他是什么？美国智库，是不是？他更清楚嘛？没有嘛？不符合这个实际跟国际法理。中国有两个，但是不存在这个。中国有两个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简单说来，正确的提法说法是应该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也不属于中华民国，对不对？清楚了吗？台湾是谁的？日本。记得哈，日本跟天皇还是有差别。天皇陛下，台湾话天皇陛下。说日本语写不了。很多。还有一句啦。那当时拢是臣民，对不对？所以到了1945年10月25号，台湾澎湖地区军事占领的开始，对不对？记得哦，军事占领的开始哦。但是翁翁，咱不去提前了解啊，绝不是蒋介石集团来到啊，跟这个中国国民党告诉我们的。台湾什么光复节也参加，从细汉这细汉参加迄个光复节举唱。当初吼很兴奋吼，你火把对不对？安尼为了行的，改成足好的呢。结果呢，想一想，我咱有影是小可安尼吼。当初拍太拍太吼，他们讲过哩拍太拍太吼。所以你看，光复节军事占领的所谓的交战国的占领，是谁？是美国以主要的占领，而且是委托次要的占领。次要占领是谁？刘鹏建户先生。蒋介石蒋该救嘛，蒋介石的集团来执行占领，但真北差的，这种人北差。他对内怎么说呢？对内宣称台湾光复节，对吧？不，但顶管什么旗啊？美国旗啊，对不对？这是不是北差？嘴里讲三是美国啊，对不对？北差却在最制高点插入了美国旗，美国国旗。所以北灿嘛，这是证据啊，是不是呢？但是我们不是随便来讲的话嘛，这也不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所称的。民进党也是说光复台湾，对不对？伊嘛是讲光复台湾呐、对不对？为什么？那个国民党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党？他的全名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是吗？他写什么？告诉你们，简称为中华民国，简称为什么？中国嘛。但是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党，是什么党？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他也是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民进党。他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当然是中国人啊。中华民国简称为什么？中国嘛，对不对？那中华民国民进党是不是中国民进党？对嘛，要不要惊吓嘛？谁在惊吓？
啊，唔能惊吓，我们是针对的法理说真话，对不对？中华民国主权独立的国家有可能吗？所以他们称之为台湾国。所以台湾国近代几个月前不是台湾国的国旗跟车牌被调走吗？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的红色牌？有无？有没有被调？经常看的是讲啊啊，装的没有看到，我故意装着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后面那个是他的老板，他自己的老板啊，他自己老板，所以我故意装着不在呀啊，所以我们要大胆往前，明白这个事实啊。所以呢，中华民国占领军在1946年啊1月12号，他宣布什么？台湾地区人民自1945年10月25起改为什么？中华民国国籍。所以这是阿爸偷会强迫，并没有给你适应期，并没有，对对，没有让你说有时间照着你意识愿不愿意，完全是一夜之间把你这样子弄脱会，对不对？哎呀，那个话咱都免讲吼，那是你家己讲的，不啦，说真的也就是如此嘛，因为没有人性嘛，不把你当成人干人看嘛，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改为这里的时候，这种命令宣布不是普通的违法呢。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主事者实实在在属于什么？战争罪啊，对不对？战争罪，简单说来，他是个战犯，中华民国民进党与中国国民党是同罪耶，对不对？以前这个话有没有听过？这话哪里来的？不是我写的，对不对？所以整个论述在台我们民政府里面，秘书长一个一个的战争法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那我们要用心去看，是不是？所以从1941年12月8号美国国会正式对日本宣战之后，所有攻打日本本土或者日属台湾的军事行动都是谁？美国自己单独的行为，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没有，所以中国或中华民国根本没有参与这种事情，就搞北差的，就可怜，所以我们看见了，继1838年代拿破仑啊时代结束之后，这个战争有一个叫做惯例，惯例，美国对台湾的主要占领权，这个国家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也证实了这个事。证实这个事之后，美国军事政府指派蒋介石集团，他没有说中华民国耶，是蒋介石集团来台湾接受什么？日本投降以处理占领的事宜，对不对？他有说中华民国吗？没有嘛。所以1942年12月，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政变以后，他们是国共什么呀？他们是内战。战争在政变后被逮捕的中华民国高官，高官他却在哪里？在台湾怎么样成立了流亡政府？中华台北知道意思吗？有人知道吗？什么叫做中华台北？流亡政府在台北，那以前知道吗？不知道，今天我们才知道，对不对？谁告诉他的你知道吗？流亡政府中华台北是谁讲的？是谁？中国。他拿旗给他的，哎，你的名字简称为什么？叫流亡政府，对不对？叫的中华台北。所以出去这个奥林匹克参加一些运动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的旗可以带出去吗？连他们的警察可以把他的旗怎么样，对不对？为了一个中国的这一个什么零啊，年龄啊，来到这里，宁可把他的什么旗拿下来，然后唱起来，宁可弄断了本土台湾的女孩子的手。你看，这种的贱妇，还说他是卷翻民贵，对不对？他们早就是连这个蒋蒋介石就跟你讲的，我卷翻民贵已经流亡了。因为死了嘛，死年年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到末了，他也是同样，为着
中国，嘿，你都行动，他可以宁可把他的旗子拿来唱起来，这个就是证明他啊，文雅是东西被拆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啊，有很多的面相，我们也了解他流亡，他并没有占领台湾，没有台湾的领土主权，当然也不是主权的国家。但现今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占领，它只是一个代管理啊，代管理未被承认的流亡政府。你身上有 passport 的举手。护照的，颜什么颜色？代表什么？流亡政府。为什么？啊，没有主权嘛，所以它的国际辨识那个色泽啊，那种颜色就是流亡政府的颜色啊。日本的跟那个美国的是什么颜色？蓝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黄色。黄色是什么色？黄色，我们将来的这个旅行证是什么色？啊，这个很清楚，这不是我们随便猜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所以这个是未被承认的流亡政府，绝对不是另外一个中国。所以前面讲的两个中国是不存在的，对不对？不存在的。所以争议不断，我们看见的苏联啊，这个帝国一夕之间崩解了以后呢，共产主义啊，是共产主义慢慢怎么样瓦解嘛？哦，到国际之间趋势整个啊变化急变了以后呢，人们对中共呢就开始说叫和平什么崛起啊，他的口号是一个迷惑啊，然后就放一些微博的哈，造成许多人对那些不傻傻啊，他们这个是手腕非常的啊厉害啊，手腕厉害，连这个北韩呐、脱缰挑衅南韩呐、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周边也造成许多许多的困扰啊，国际之间都流传啊，中国怎么样啊，威胁论啊，连台湾人是不是这样呢、哦、你看你找到当时就自己写名片来底下当时就你跟他说、欸、台湾民政府不错、哦、他说嘘嘘怎样会怕吓，因为我们被这个毒素灌输到我们一提到这些事情马上就说嘘，敏感。为什么说什么中国威胁论，让这个中国人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在亚太地区，当时也是非常这个寸步难行。国际之间是是相通的，互相的怎么样依存的，依靠的，所以以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主要国际社会，然后呢都是以国家承认，政府承认然后领土承认。我们台湾国际承认我们台湾国吗？承认中华民国吗？那台湾那个中华民国有领土吗？台湾不是他的领土，对不对？所以啊，国际之间他都有一个筹码跟标准的嘛，他必须是什么被承认的国家政府被承认的领土是被承认的，才是算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事实，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很多，就像李登辉总统早期啊，他说什么？李登辉总统说，台湾是美国什么军事占领地？他是在2004年的时候，很老实哈，很老实啊，讲话很老实哈 ，OK。2004年的10月8号啊，他是这样。然后呢，陈水扁总统他就是说，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什么？两个台湾所谓的本土的总统，说出了他是美国军事政府的执行官，说明了什么？台湾是不是被美国占领？这就是证据嘛。我们不需要太去太多的一些所以呢，美国台湾是美国暂时占领管辖的领地，美国拥有管辖权。对，那日本还是就是台湾还是日本建国完成神圣怎么样不可分割的领土，它只不过是暂时的不能什么治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大骗局。我们看着讲到了，都为什么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这个美国的旗帜呢？
再再说明，他知道那是伊的头家啊。你办一个活动，一定要有头家的 logo 在遐呢，是不是安尼？无安尼，到时丰收你啊，啊，对不是？对不对？那这些本色的本土台湾人，恭喜伊是本土台湾人，结果呢是安怎？光复台湾，敢有法度？台湾独立有可能吗？有筹码吗？只有台湾民政府真正的知道，不可能的代志，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觉醒，了解这一刻，这个 local， 我们看见了，这是什么 local？ 启动了未来，我要离开台湾的啦！啊，他用阿美族的话，这一刻启动未来，我要离开了。啊，他说：“你看，自求多福，我被离开啊！啊，我被离开啊！”啊，美国也终究说了实话，中华民国是民间组织，你知道吗？他没有在美国联邦政府登记呀，可以去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台湾加油，我是吃台湾米，我是喝台湾水，安尼啦。结果呢，美国他也知道，伊也知呀，到尾啊，美国会派直升机把我带走。啊，带走啊，是吧？我可以，其实呢，伊嘛想要离开了，我跟伊讲了，啊，伊嘛想要离开了，啊 ，long stay 是舒畅的那个的，所以这个民间组织的中华民国即将离开，由台湾民政府怎么样无缝接轨？这一切谁安排的？敢是真的？假牙手？无嘛吼，啊，拢是真的，真的牙手。等下去哦，到时无恁家己巴肚疼，所以请大家放心，绝对是不成问题哈、哦。所以呢，从此因为你们的关系，这些安怎你敢知？那你家孙从此以后，儿孙不再有眼泪，哦，足可怜的。生出来到今嘛，足侪少年人娶某唔敢生囝，为什么？无钱啊。啊，生了你要妈，我要吃。妈妈说我也无钱。咱台湾人在暗中，你无看到尔啦。很多这种凄惨，妈好肚子饿了，抱在爸爸的背上，那种表情很无奈、很无助，对不对？这就是目前台湾人，我们无奈，讨厌。我今麦开始，我无要插啊，就讨厌，对不对？不知道当时会当让咱台湾民政府接管，伊嘛是可以的地方，而且在很多的那种期盼。但是好佳哉，咱的努力到今仔日，看到咱迄落啦，点阅的人啊，点赞的人遐尼济，对不对？过来做参加恁这边吃的，好囡仔在底笑眯眯啊！好佳哉，阮阿公有参加第二期的，好，我爽到要死呢！你知无？好，爽到皮皮喘，到尾啊呢，好。我无烦恼啊，臭鞋和那个臭的那个香港脚，伊买当倒地啊，我无烦恼啊，哈、哦，咱的囡仔变显安详安逸在那一种环境当中，我们看见了，不要让小孩子告诉你说，爸，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办不到，你们办得到吗？办得到。最终的目标我们要做什么？条件是什么？但是实际的务实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四千人什么？接受训练的贵人还差多少？不知道，还差700个。咱若是努力，咱无得靠后个月就会当接吧？有在听无？但是你无努力呢，可能两当呢。是不是安尼？咱唔通阁等啊！等的是亲像咱囡仔目屎包，我无要等，我巴肚枵到要死。咱袂当阁等，连咱袂当，让咱的子孙阁痛苦一时，对不对？咱唔甘，看到目咱子孙的目屎流的时，这是咱无负责任。咱要收起咱的心，咱要阁坚强努力，从咱的子孙讲，我是蛮努力，让你未来是过到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决心，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法，阿弥陀佛。
有在听无？有。真还是假？真。真的讲，真的大声一遍，来。那是假吼，你不要听。所以呢，您啊，就是说必须要好好保护哈啊，保护他。那、啊、当幸福向你叩门的时候 ，Hello， 我在这里等候你啊。我们必须有这样看。当这时候，您应该要冷静的时刻。秘书长说，你得爱冷静。这个冷静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因为你正在登山呐、啊，你这样爬最高陡的这个山丘啊，啊，这一座。啊、这一座山顶很高很陡，但是你一直不断地往上爬，甚至于呢，你不断地爬，你不断地爬，你不断地突破，你可能已经是伤痕累累，你可能老会老卡卡爬手爬，直到另一端的山啊，各有更美的事物。当我得着了正权的时候，我该讲我哎呀，就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欢喜快乐，那就是另一端。我还要等待我们去努力去探索啊，爱个卡强，爱个努力来拍拼。所以呢，这个身份证是不是要废除掉？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身份证现在还没有申请身份证的给他唱，咱的 ID 也给他唱。你敢知影恁是黑人？啊，你是黑人呢？你在申请啊，省长。我靠！刘一斌哥，我在申请啊，盖杰公的，你在申请了没有？还没有。你是黑人，知道吗？真的，你都承认了。为什么？你敢是黑人？是安怎？什么证明？你看后边，你有看到这后边无？啊，后边这吼，这边这哦，内底有号码，这无啦。你即马当迄个是没有色泽，你家己看。后脚下要有一个密码，摸一摸就看得出来。他说你就是黑人，黑人叫什么？黑奴，奴役啊。那个流氓见会看哦，摸一下摸看的，哎，这你拢是黑人，你敢知？比我皮肤较黑，你敢知？啊，那叫奴役的啦，哈、啊，阿妹主，那个是黑叫奴役的啦。啊，排完组丁宝叔，哈、啊。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必须要觉醒哈。台湾民身份证要申请这个台湾民身份这个身份证是这种的啊，很多很多的资料档案都在里面。我们到美国国内买飞机票，用着 OK。在日本要换你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在日本要换钱币，可不可以？啊，这个可以，你知道吗？所以好不好？当然好用啊，所以阿美主说那么好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是借着什么呢？我们合法的是谁？是美国 USN 合法的，是合法的哈、哦，合法的。你看这边有一个合法的单位是什么 ？DCG， 我们的 number， 在根据什么？如下万国公法、战争法，这说明的很清楚，是不是？我们这不是玩什么的，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不要含泪的鸡翅的等待，含泪的微笑，不要吃着 No， 不可能啦、啊！你含泪的等待有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含泪绝对没有办法解决你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快点邀请人来参加身份证，欢迎他参加我们的行列啊，这是最重要的点哈、哦！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发展快速的发展你的人脉，将你楼上楼下的阿公阿嬷啊，尤其咱这段时间七百几个人，咱来找一个比较有专业的、比较少年的、好有活力的。当然，我不能说老人不行，我嘛是老人，我卡吧手吧，最起码老人嘛有经验，对不对？好、哦，那么是有经验，所以讲爱要求完成美国的要求4000名。啊，受训的童星，然后身份证多少？几万？啊，我完成这项任务，安尼来，美国讲 ，Hello，Come， 来了，你就可以来。啊，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啊，你的社区、你职场、你的朋友、亲戚，必须让他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完成这样的梦想。但是又何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我都有讲的。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级主管？是不是？看见了前面的一种法理论述基础证明，你就是有资格。问题明天才要执政呢，你要做官，你要哪做？在这里就是说到了一些管理的真谛啊，真谛。管理的真谛，你要看到一件事情，管理这个真谛，它真正的说明了理啊。管理真正的意义是理，这个理是有法源的，但是呢，必须要有管，是一个限制的。那如果是这两者没有这个人，他能够成型吗？所以叫做管理者，啊，管理者他比我三一绝对是要结合。必须是结合，绝对是要结合，不能什么缺一个，对不对？你人里面，我手动的是我身体的时候，是不是身体？是不是我的身体？你看到我这个躯体是不是身体？那谁在驱动它？我里面有什么？有魂，有情感。我们来看一个图案，人，这个人是你我，对不对？它里面呢有魂，那个灵，那个灵是什么？那就是良心嘛，对不对？我们若是做一些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怎么样？良心会怎么样？控告自己，对不对？那是从内心的深处。那有的人这一个灵是麻痹了，所以他对任何老百姓的痛苦都是什么？无感，无感，没有感觉，麻痹的哪有感觉？他的灵里麻痹的，良心没了啦。所以有吗？我把你当人看呢，我不是来了吗？对不对？都是无感，是不是？那是一个灵，那内心的深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魂。啊，你有没有魂？相信里面有魂的举手。哎呦，你没有魂哦，哪里没有魂？我看没有魂还会呼吸哦，没有呼吸的举手。啊，我们都有魂，对不对？魂，啊，我们都有魂。人里面有这个，有灵，有魂，还有什么？脸里面还有什么？啊，有人知道吗？脸里面还有什么？体，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称它为灵魂体，是不是？好，那我们知道，当这个身体它是什么躯体，它是能自己动吗？那我会这边痒，我这个手会怎么样抓？那机器人没有，有没有生命？所以它有没有魂？啊，给它一个指令，它这样，到不了这里，对不对？那是没有生命的嘛。有生命哪里痒？马上直接抓，因为它有细胞，有神经的传递嘛。那是魂啊，来给它的一个指示嘛。情欲啊，魂是代表什么？魂是心思、情欲跟情感，对不对？我看到他哦，好帅哦，啊，我说那个话，你看好帅哦，那里头那激情跟意就会怎么样显出来了。啊，显出来，哇，好漂亮哦，哈，对不对？那我有一个动作就这样，狐媚动作。那个很多男人啊，怎么样？因为你眼目所看到的，然后传递到你的魂生命，你魂生命激起了那种欲望就出现了嘛，对不对？这个欲望出现了，不见得是对耶，它会带你到罪恶之地呢，是不是？去犯罪呢？若是你的灵里刚才我讲的麻痹，他会带你去犯罪呢。哎，那个女孩子不错，哎，那个怎么样不错，我们来设计她，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里面不正，因为你的灵是麻痹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怀意念是来驱动我们的躯壳，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必须同样的，台湾民政府没有法理，什么话都没有用，是不是？当你外面所听所做的所看到的，你不要激动，也不要及时的回应，必须回到什么法理的论述，你才能够清楚明白这件事实，
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灵是与神交通的，主天的啦，他天交往交往的管道是这个灵，不是肉体呢。那个我们的皮肤会不会跟神交换交谈？会吗？不，因为触电来啦，都啊呀呢，触电，有可能不？皮会不会跟神交谈？会的举手。有经验的举手。啊，对，啊你笑哎，对不对？不可能的代志，魂也不可能，唯有什么灵那个良心的深处，因为它是真理，它是真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不变的，是永久长存的，所以才能够控制人必须走正路。但是往往人呢，被这个魔鬼撒旦啊，不是常常讲欺骗的吗？有听过那个故事吗？笑话说神奇说呢，女孩子说啊，对哦，不呢不讲呢啊，你就吃嘛啊，一吃了了惨嘛，毒入味啊。好，另外囡仔生出来，他当会讲话没有多久，就算没有讲话，两个宝贝在那边，你大跟两个一大一小东西放在那边，他们会怎么样？妈我要大的，妈我要大的，都会抢，对不对？那表示什么？他里头已经有分辨了，多是怪，自私就来了，抢夺就来了，然后呢哭闹来表达为什么他抢我的。人从小就开始有这种险恶的形象出来，这是好可怕的，刚才。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一成立啊，马上生了五胞胎啊，大日本什么的啊，要来自美国台湾政府，美国说您台湾人足巧的呢，你一生了出来，马上五兄弟出来，你刚才马上出来，是不是就很乱？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开始里面是不正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灵里要更新啊，从属天的话语更新变化，就法理论述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才让我们清清楚楚，中心思想就是法理元素成为我生命的供应，我就不会被人家讲出去，我就啊丢台湾政府啊丢他们大日本，对不对？我不会偏移，因为我法理论述在我生命里面是成为我生命的供应。请求说神的话进入到灵里面，他坚定了人的义，在他的眼目中你是义人，你是恶人，连神自己说人心险恶，你知道吗？好可怕，这个人很可怕。所以人跟人相处是不是要小心，对不对？甚至于你的好朋友你更要小心，活在地上这样的话多累，是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了解这个状况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神他创造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特别是人。他说他造人完毕以后，他是什么？甚好。他又说有天有光就有了，有水就有了，有山就有了，有昼夜就有了。但是人呢，喂，不行呢，说有人那我都怪怪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那神呢，就拿泥土啊，捏像什么？照着我们的样式，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对不对？然后，你水哦，有形哦，但问题是未叮当啊，要安怎？用安怎？气啊！你想想看，你血液中有没有水？血中你的会有没有水？有没有气？血若是没有气，马上安乐，对不对？血它现在变我带的时候，血是一个洁净的东西，水是生命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更深了解的话，同样的法理成为我们的元素，若是有偏差，我们回到法理我们就清楚了，不要去问 yes 跟 no 跟对不错的，不要去搞这些，搞到乌烟瘴气。我们必须要冷静思想，看见只有这样的，知道这个源头，我们才能够人晋升回到一个善良的一面，讲的话是祝福的话，做的是满带的喜乐，使全家和乐。这是人可以管的吗？
人太多的法，太多管规的那个法规，都管不了人呐。唯有回到深处的里头的那个灵，借着神的话，才能 OK 的。同样，台湾民政府的成立，需要有法理的论述，成为我生命的元素。不管人家说，哎，那是北差的，那是那个诈骗集团，我跟你讲，我非常明白，我绝对不要用我的感情去了解判断你的话，我必须急速的回到我深处的生命的里面，那边有满了法理的论述，认清我自己是谁，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要行的是什么，那是为了要让我所有的家家孙孙，我所有一切可以得到满足，这是我的目标。所以我没有自私，没有顾到我卡巴丘吧，没有顾到我的什么东西，不再有任何的计较，这就是牺牲奉献，对不对？我们的牺牲奉献是因为你看见了这个未来的景色嘛，你才觉得投资报酬率这个是靠给大的所在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看法。所以我们管理者的重点需要有什么样，有游戏规则定定，游戏规则让属下按照的游戏规则进行自我管理，在座都是一级主管，你没有定定游戏规则，你没有办法让属下来顺服你。为什么？你是这种的主管，所以他就不服你，想办法的设计你，对不对？我们要定定游戏规则，进行自我管理，而不是在那边任何事情都是为讨个被东西的走啊，毕恭毕敬的在做，做到末了啊，赶快快被死啊，没人倒下去，拍死！这么多人，王刚这么多人，没来插你，原因在哪？问题在哪？不是王刚的问题呢，不是属下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呢，对不对？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要定定游戏规则，你是一个规则，不顺则怎么样？就管不好，更乱嘛。越管怎么样越乱无效嘛，所以管理会将浪费有限人力的资源，所以呢将无能，他不但是累死了自己，更会累死了士兵，所以让属下的要愉快要轻松，要达到高效率的正做正确的工作，才是管理者的什么追求的目标，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一级主管，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态度，要这样子看见态度跟表现？越是您有些人哦，我操不一个，为讨高位，哦，听更也是开始咕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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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人啊呢，哦，听的人都听唔到要死啊，无感觉，哎，就直讲，直讲，滔滔不绝，啊，讲到时候你就是显露出你的什么愚蠢，也暴露出你的无能，是不是？说话要有智慧，属天来的智慧，看人要看准。因为我们里面有准绳有准则，我们清楚他需要什么样的话，给予他适当的话语，然后使他能够因着我被成全，成为可造之材，是不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过程。当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你要洗耳恭听，学习会听话，不要人家还没有讲你马上回应，往往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你要懂得去听别人，啊，才能啊有智慧。你的这个智慧呢，越来越让你更快活、更舒服、更活得更好。因为你有智慧去判断一些事情，聆听是一个非常棒的，啊，聆听取人之长来补我的短，啊，补我的缺点，这样是一个良方。那聆听是一个沟通，是双方的一个问题。你若是没有听他的意思，你在回给他的时候，他只是直线的单行道的，不可能互动的。为什么？你太主观了嘛，是不是？你太主观了，太自我了嘛，你没有让他有说话的情形，回答你当下的意见，所以你只有单行道啊，就担心到没有办法去沟通，这个没有对方，没有这个尊重对方，那个桥梁绝对是不好的。所以如何去尊重对方啊，互相聆听对方的意见，这个建立一个美好的桥梁，这是我们毕竟目前作为身为一级主管的人更应该要注意。那聆听要抛去错误，远离懊恼的法宝，是一旦有错不要怕，
认错，马上立即更改，立即认错，哦，这样的话才不会让你整天哎呀哎呀，当中我决议错了，我硬凹的结构还变形几过，哦，咱是不是要实施鞭刑？第一个鞭刑的，因为我的施政错误，然后我不听他的话，我照我的一个方式，结果呢我违法，对不起，第一个鞭刑是我自己，啊，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哈，啊，要倾听是最大的智慧，沉默能够省去许多的烦恼，啊，学会倾听，然后你会发现世界多美好，你知道吗？世界多美好，你看到任何人好像都对你微笑，这样你活在世间非常的好，非常有价值，对不对？所以呢，态度这种，哦，吹牛的人太多了，吹牛是令人同情，吹一个牛，这个牛一根尾巴，他就说我拥有一只牛，嗯，问到后叫哇，你不会的干在铁匠，那个牛毛就在那边炫耀自己，就在那边说，啊，就很会吹牛，啊，坦然使人清净，啊，有一只牛，他也不过，也就是很谦卑的，啊，我有一只，啊，一只牛，哦，这么漂亮，啊，跟吼，哦，哇哦，一只牛，哎，意义不同款，所以表达能力也要有很好的，哈，啊，没啦，我一只，叫起来，他说，哎呦。比那个某某人讲的较好呢，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坦然，我们谦卑啊，谦让炫耀，他会常常取回引起人反感。为人讲官老辈的是安么？你敢在讲话也过叮当？你看，啊，我讲，啊，你喜欢那叮当掉尾还是掉了？无啦，我是物理治疗了，物理治疗，我脚麻手麻，无叮当袂使通，血路袂通，会引起人反感。啊，会引起人反感。有九头牛哈，他说马上就六九，你看，你刚才后边拢是牛呢，啊，不是马呢，牛呢。啊，这个是炫耀自己也不是很好，要低调啊，沉浮啊。你有多少财产？你讲不啦，安尼尔，谦卑啊。所以呢，沉浮哦，这个很可怕，看不见摸不到，但是非常阴险啊。这个有这么大的牛场，他硬说怎么样？小张，不然我没有看过牛，哎，我没有看过，哎，嗯，我不夸过呀，我，哦，这个很可怕，对不对？你去过民政府没有啊？没有啊，我也没听过啊，报纸我也没有看呢，啊，很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这个是我们态度跟性格表现出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什么叫管理。我想，时间应该还有一两分钟哈。这个管理这边的定义，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的高雄已经开始进行训练管理，所以呢，这个管理对我们一级主管自己要下功夫，因为告诉你自己明天执政了，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你预备好了没？啊，不要说火车来了啊，小蛋蛋哦，我的鞋子还没有绑啊。就多嘛的苦拉塞，有可能不？有可能不？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嘛！你必须是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当随时你什么时候来半暝来拢无要紧，我都准备好啊。对啦，无得惊，对咪好？哈，啊，啥物人得惊啊？无得惊啦！哎，个臭屁也过来了。好，啊，无得惊来，臭屁过来。所以我们还是要懂得管理，坚持的环境下，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跟控制。好，啊，控制。而认识管理，从管理的源头开始，人类的文化开始，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了解啊，明白啊。管理有很多，然后管理有任务、责任啊。这边有一些的说法啊，有一些的说法。当然我想说有机会呢，我们想会，更提供给你们做参考。你管理基本的特质，管理重要的目的，你是民政府的一级主管，他有他的文化，对不对？这个流亡政府的文化是什么？贪污，对不对？红包行不行？白包，对不对？民主党说我们民政府执政就开始不能有红包，不能有白包，也不能什么样贪污。贪污要怎么样啊，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文化，哎，对不对？当然这不是那么狠，那就是一个准则，一个原则。因为人已经太险恶了，
不用这个方法也不行。所以管理的主题就是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一环。所以管理的任务是他的这个职能最重要。职能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叫功能啊。在职场上你的功能的表现，你做功能的拿捏跟功能的规划，规划该如何行，这是重点啊，重点我们必须要有，不是只有学理，不是只有理论，我们要实务的去经历。因为毕竟我们一级主管都是实务的去面对一些政务的事务啊，有政务、政治跟事务，这些事务是直接跟人民接触，能够使得人民因着你的职责，这个执政的能力达到，使他马上感觉到啊，好比派。刚才阿比总统刚刚讲一个柜台，把他拉近，就是让人家觉得是赞，对不对？这是一个小动作。我们能不能让所有的州民因着您蒙福？能不能？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吗？有没有信心？好，有信心。我们所以呢，必须大家给自己爱的鼓励，好不好？好，谢谢，时间关系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同心。我们下课休困10分钟，下课休息10分钟。